各位智的先生、小姐，大家好，现在为各位介绍的是我们特勤中心的无人商店。这家无人商店呢，是大润发公司第一次在公家机关设置的无人商店。那可以全天候24小时的提供各式饮品、食品以及生活必需品。那因为没有时间的限制，更能够为我们全市执勤以及披星戴月的特勤人员提供非常及时以及方便的采购需求。 那我们的付费方式也十分的方便，就是可以使用LINE Pay、悠游卡、信用卡以及接口支付等等智慧方式都能够实施付费。那我们就请赵丽小姐再为各位做一次示范。请将扫描或者商品送至支付台上，请确认购买商品数量。然后选择你想要付款的方式。 消费成功，欢迎您再次光临。那另外呢，我们的大润发集团也十分的贴心，因为我们除了是用我们的行动支付之外呢，也考量到如果有在行动支付上面有疑虑的时候，你们可以在旁边做记账的方式。所以我们都开玩笑的讲，如果你到了月底手头紧的时候，我们结合了科技新时代科技的智慧支付，也保留了传统的记账人情味，可以在那边做记账，再过来做支付。谢谢大家。长官想请教一下，然后这无人商店跟 特勤中心的任务性质，然后有什么关联性吗？是我们特勤中心这并不是我们第一个营站，我们早期也有营站，但是呢，我们营站总是会有营业时间的限制。那所以呢，我们特勤人员有时候可能晚上执勤回来已经天气很晚了，那可能肚子饿，或者是需要什么生活必需品没有办法及时的提供。那因此呢，我们长官就有这个想法，就引进了无人商店，那就可以全天候24小时的提供饮品跟食品等等的生活必需品给同仁做使用。那同时呢，大润发公司也十分的贴心。 他们每日定时定点的，并且呢还会统计我们的喜好的数量以及需求来做一个统计，还为同仁提供一个非常足够的数量来做使用。像我们最近呢，已经有300-400名的安慰编组同仁进入我们的营区，那因为有这个供应量不断的补给，也能够提供我们这400-500人的需求来做使用。 操作，你上做一次操作。长官请教一下，然后这间像无人商店，然后这是7月1号设置至今，那我们从7月1号设置到现在。 都受到我们各级同仁的非常大的支持与喜爱。那刚刚也问过了大润发公司，然后这几个月来我们的成长一直都是正向的成长。所以就不用担心有人员会顺手偷偷摸走其他东西。对，其实我们陈到现在公司都没有跟我们有做这样的反应。他从7月1号移民到现在都不太会有这样的状况。就特勤人员纪律其实是当然非常的严格要求。